家己市有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，擘睭的时阵一时无注意，无小心跌到住伫隔壁八十多岁的一伯阿兄。厝内底的人紧急联络消防局，救护人员紧急协助老先生就医。详细的肇事原因由警方持续调查当中。住伫嘉义市大约七十三岁男子，日前准备出门时，拄好住伫隔壁大约八十一岁同乡位车后壁经过，但是男子一时无发觉，直接交过。伊发现后赶紧落车，并联络消防局救护车。救护人员到场之后，评估生命征象较详细，这名伤者对啥有反应，但全身有大面积个擦伤甲撕裂伤，两骨也有疑似受伤个情形。救护人员随即替这名伤者进行处置之后，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那据那个汽车的驾驶表示，当时正在倒车，因为不慎擦撞到他。那经我们后续了解啊，那个驾驶以及伤者，他们两个是邻居，而且有堂兄弟的关系。那详细的肇事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。该起伤较好民众在开车出门时，要注意四周邻车状况，并礼让行人，才会使避免事故的发生。新闻台民间汽车访报道。中正公园百科全书游戏场，首先进入游戏场一定要先看看我们的告示牌哦。穿梭迷宫，小朋友在里面体验的时候可以训练自己的空间感哦。地板游戏区，小朋友可以透过这个区域来体验不同的触觉，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材质哦。转转乐，想要来点刺激感吗？可以跟朋友一起来转转乐，还有跷跷板一起体验这个设施哦。音乐演奏区，可以透过敲击、拍打，还有旋转，一起来聆听不同的音乐声哦。平衡挑战区，这个部分有平衡木，还有跳桩，小朋友可以在这里训练你自己的平衡感哦。爬爬方格区，想要知道自己移动有多灵敏吗？就来这边体验看看吧。花中彩绘区，这边有一整圈的黑板，可以让你尽情的画画哦。玩累了吗？我们还有安静小屋，可以让你在这里休息哟。我们的休憩区还有不同的光影变化哦。小朋友成长的过程中，十二感官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哦。透过公园里面这些设施，可以训练小朋友的感觉处理，提升自己感觉统合的能力哦。中正公园百科全书游戏场，一起来体验吧。